大家好，我是爱元神，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元神钟离仆人终于复刻，平老劳暂定 5.4 元神水神即将复刻，队长新剧情爆料，有能力复活女士。队长的消息传出后，玩家们开始猜测娜塔队长和火神马维卡之间可能会有某种联系。有些玩家认为这可能意味着女神将被复活，因为这一传闻已经流传了很长时间。如果角色真的被复活，那么终将如何呢？这一点让人十分期待。此外，队长不再出现在内塔的召唤池中的消息也让许多玩家开始关注起了网上传言中即将在 5.1 版本中登场的少女哥伦比亚。关于火神马维卡的消息，大家普遍知道他的 E 技能将会带来类似于娜塔特色召唤物的效果，比如娜塔的鲨鱼召唤物，而马维卡所召唤出来的则是一条龙，或者也有传言说是骑着摩托车的样子。无论是哪种外观，都让人感觉超级酷炫，仿佛给人带来了一种强烈的视觉冲击。水神弗宁娜的复刻消息，大家已经了解，在 5.0 版本的召唤池中复刻的是雷电将军，而在 5.1 版本的希诺宁卡池中，钟离有望被复刻。然而对于 5.2 版本的卡池中没有神复刻的消息，当然有些犹豫。如果按照一些资深玩家所说的， 5.2 版本可能会有一些改动，接着在 5.3 版本中火神可能会进入召唤池，而在 5.4 版本则可能会推出海灯节的纯丽月角色，因此我们只能期待在 5.5 版本的卡池中进行复刻。因此选择在 5.2 版本和 5.5 版本这两个卡池中进行选择。在内塔版本中登场的角色已经在 PB 中展示过，但我们并不清楚接下来的卡池安排会是怎样的。最新的卡池消息显示，在 5.2 版本的召唤池中将会登场一个五星角色，名为风系城女恰斯卡。目前有关她强度的评价说法不一，有可能会进入混合召唤池。然而也有一些资深玩家表示，认为他可能是一位新型的风系主 C， 其实力可能会比伞兵和逍遥强出许多。此外复刻角色将会是申鹤和仆人阿里奇诺，但目前还不能确定具体情况。在 5.1 版本的卡池中，大家都知道即将登场的希诺宁实力非常出色，然而也有一部分玩家表示他们更加关心后续卡池的复刻情况。幸运的是，一位玩家放出了关于后续卡池复刻的安排。尽管这些消息暂时只当作娱乐消遣，但 5.1 版本的复刻卡池据说上半部会是钟离，下半部则是莱欧斯利。这个消息似乎有一定的可信度，主要是因为希诺宁的负一命效应让很多玩家相信钟离会被复刻，否则钟离的存在确实让人觉得他可能会加入混池，但这种情况实际上是不太可能发生的。另外还值得一提的是，据说伊安山将作为新的四星角色在 5.1 版本的卡池中登场。在 5.2 版本的卡池中，主打角色是风系输出角色恰斯卡，然而目前有一些猜测在讨论这一角色是否会直接后续进入混池，主要原因在于在枫丹版本中没有常驻角色的加入，而内塔版本在没有常驻角色的加入下亮相，让人感到有些意外。关于复刻角色的消息，据说是仆人阿里奇诺和申鹤，不过将申鹤和莱欧斯利分开复刻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不过有不少玩家对本次卡池的强度并不抱太大期待，除非恰斯卡的实力超群，才有可能改变这种看法。关于 5.4 版本的消息，目前暂定是让平姥姥进入池，这让人有些小小期待。不过一旦进入池中，他的名字还没有最终确定，可能会像流云剑锋真君一样取一个更世俗化的名字。可以说如果平姥姥真的进入池中，那对于玩家来说将是一次胜利。但是关于后续至冬的海灯节，就不清楚是否会见到那位复活的仙人了。版本之间的跨度较大，